政府计划为在香港的免遣返申请人和获得联合国难民署确认难民接种疫苗。关注本港难民权益的组织 Justice Centre 就对此表示欢迎。Justice Centre 认为这个举动不单止可以帮助寻求庇护人士和难民社群抗疫，亦都能够加强保障香港整体社群的健康。Justice Centre 期望可以同国际服务社、其他非政府组织和所有持份者合作，以确保疫苗接种计划能够在寻求庇护人士和难民社群中顺利展开。他们亦表示希望继续同政府合作，持续解决其他将这个社群暴露于更大公共卫生风险的不同问题，例如由于政府租金津贴不足而被迫居住在不适切、过分挤迫、不安全又或者是基础设施不足的房屋等等。